你们俩就别忙着报警了，能不能关心关心我们伤情啊？哪儿都疼是不是？啊，感觉我刚才那下撞的可猛了，咱得去医院 ，CT， 理疗、验血都得做一遍，是不是？是。那咱这样好不好？咱先看看那行车记录仪，看看当时撞你哪儿了，咱好针对这个，是不是？我看行了，那算了吧，看你俩也不容易，要不就按刚才说的赔偿得了，算了。 我跟您说不行，咱还是先看看行车记录仪，万一以后啊，刘飞什么病根儿了，肝儿不下子过去了，我们心里过意不去。哪有那个时间看呢？今儿就算倒霉了，赔我1000块钱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我就算完了。别，什么就1000块钱啊？大哥，您要是万一是那个碰瓷儿的怎么办啊？你看这都刮花了，这，是不是？看看行车记录仪啊。不，其实 是这么回事儿，我老婆吧生病了，就住在对面医院，我一心急就没顾上车，直接穿马路了。哎，没伤着就好了，要不这200块钱肯定要报销。你等，那什么医院知道吗？是男性专科医院，他说他老婆生病住那里边，你信吗？他，哎，跑了，这就一碰瓷儿的。哎，你说你这人傻了吧唧的，什么常识都没有。 我哪儿就没伤势了？我堂堂老实一枚，行得正，坐得端。哎，哪像你啊，成天寻思一些对付小人的玩意儿。哈，我看啊，我们两个的不同，从根上就不一样。刚才你要碰上他这么伶牙俐齿的，我服你，你就欺负我行，见到我之后就特能说，特能损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打从上次见面，你就知道在你这儿我就不落好。下回我见着你啊，我绕着走。请便，我又没请你帮忙。哎，你自个儿来叨个半天，还真当自己是英雄了？ 再见，再也不见。咱俩永别之前呢，我再叨了两句。第一，再碰上这种事儿，赶紧报警，别让坏人得逞。第二呢，就凭您这智商，还是加个行车记录仪，要不然啊，有什么事儿，再怎么凭你这尖牙利嘴的也说不清楚。 你求我呀！哎，我这现在没网，等我有网的时候再跟你说吧啊！我这刚到家，那废柴又不是跑哪去了，我现在被困在门口了。他说不定睡大觉呢，哎，你再使使敲敲。敲了，手都快断了。我跟你说嘛，赶紧配把钥匙。哎，对了，这么晚才回家，都几点了？哎，你别提了，小老师他跟踪我，我为了甩钥他，我倒了多少大公交车呀，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才到家。 就您坐公交车，拉倒吧。以前不是专车就是打车，估计你那车票都不知道怎么买吧？私奔简单游戏，我跟你说，你不在这几天，你老是天天追着我问你下落。我估计你再不出现，他就要报警了。是，以前觉得他挺仗义的，现在怎么变那么婆婆妈妈？我都服了我。我跟你说，他就是典型的男友不在身边，把过剩精力全都用在咱们身上了。行，不跟你唠了啊。我得吃饭去了，我饿。啊，好。 哎，别忘了把那个又，挂了。哎，等等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
买眼镜？就看看。请问一下，您能找到这款墨镜吗？这一款太老了，不太好找。这样啊，那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留意一下，再通知我？可以啊，我留个号码吧。哎，谢谢。干嘛呀？你怎么还惦记着墨镜这事儿啊？总不会那么巧又碰见那人了吧？哼，还真就这么巧，我今天下午就遇见他了。在哪？就我被人碰瓷了，他救了我。他还救了你？英雄救美？才不呢！他太烦了。照理说他替我解围，我是应该谢谢他的。但他对我又讽刺又教训，我就狠狠骂他一顿。所以呢，你就嘴硬心软的来给他找墨镜了。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先老老实实的买一个行车记录。哎，那个讨厌的家伙也是这么建议我的。吃饭去吧，那真该买一个。好吃。哎，你不减肥了？吃这么多，当心明天水肿啊！我好不容易宰你一顿，我还不得多吃点？怎么？哎，你继续吃啊！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干嘛去？哎，林晓鸥，你怎么进来了？门没关。是啊。对了，你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们领导也太不近人情了。你出这么大事儿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不是怕连累我呀？等我缓一下啊，吓死我了。咱俩先掰扯掰扯咱俩关系，别说咱俩没真在一起。就算是真在一起过，咱现在分手了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分手一个人说了不算，我认真考虑过了，我还是喜欢你，不管你喜不喜欢我。哦，对了，你那儿子什么情况啊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？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事儿。他是这样，我前妻也就是这孩子他妈妈，肖薇，去世了。这孩子呢，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才投奔我这儿的。我又不能把他往出推，是不是？你忽然多出这么个儿子来，说你前妻也过世了，也没亲子鉴定，他说来就来。从时间上推呢，很有可能。而且以肖薇的性格，他极容易干出来这种，就是他有了我们俩孩子，他不告诉我这事儿。怎么可能？一个女人如果怀了孕，怎么可能自己承担这些？你看，这就是你跟肖薇的不同。人肖薇离开我，人家活得很精彩。你这倒好，离不开，粘着。你有什么不同？我跟她同样是空姐，你对她儿子都能这样，对我却那么绝情。来啦！哟。这是谁呀？一进来就等着给人当后妈呢。你谁呀？你就是那来历不明的孩子？不是，你这女的会不会说话呀？你睁大眼睛看看，这位是我那个什么肖薇，是我妈。这屋子里谁来历不明，你还看不出来啊？赶紧走吧，这个家不欢迎你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这孩子是要上天啊？
老吴，你也不管管他？管什么呀？阿姨，我告诉你，我上天之后就没下来过。你呀，还是请吧。嘿，你的孩子又……不说，不是，算了，你俩在这打起来。拜拜。你别让我跟吴说，你看你要跟他这……哎呀，别打起来啊！可以呀，干得太好了！我刚才想甩他，甩不了。你这可以，三言两语把他弄走了。真假？真高兴假高兴？他不是你女朋友？哪是我女朋友？哎，厅长，下回他再来，你就跟刚才似的，冲他一顿吼，把他弄走，就这么着。走开！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哄他走了，让他碾死你！臭小子！行。送什么床啊？双层床，要不然我睡哪儿啊？我以为你挺喜欢沙发。你好，您的床到了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，您看一下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在这儿签个字。哎。你好，您需要安装吗？当然装了。啊。啊，那个装床需要多少钱？装床300。啊，不用啊，这个简单，我自个儿可以啊。行，哎，谢谢啊，没事，祝您生活愉快。小韩，妈呀，抬床。行吗？飞机都能抬，这床多简单的事儿啊，简单。来，看看，搭把手，把立起来。来，我饿得不行了，我得吃披萨，我叫外卖。不是，我说你眼睛里边能不能有点活啊？你好意思说我吗？刚才人家来，人家说送床来，我人家问我装不装，我说当然装了。然后你问人多少钱，人家说300块钱，你说不装了，你说你自己能装。完之后你叫我现在搭把手，我现在很饿。你不说你很饿吗？你哪来的劲儿说那么多话？还真用不着你，你装的床啊，我还不放心睡呢。别影响我干活啊，边上去。这还不简单。吴师傅，进度可以呀、啊，累坏了吧？不累。说厉害就是厉害吧。还行。发微信不回，打电话也不接他。哎呀，我这办个事呢。哎呀，和我吃饭你还出去办个事儿？人家刚刚通知我那个墨镜找到了，我就把它带回来。真的假的？你居然能找到他？那你接下来是不是就会去派出所调查他住在哪儿？这好办，我知道他的名字嘛，查查他是哪家航空公司的，不是有地址的吗？我的电话号背不下来，人家名字背得滚瓜烂熟。搞定，我就发个快递到他这个地址。林小欧，嗯，这顿饭说好是你请，你还出去买眼镜，再加上你上次泄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后半个月的伙食费全交给你。没问题。
不好意思，两位打扰一下，我们的厨师马上就要下班了。如果两位不需要再加菜的话，麻烦姐姐买单好吗？谢谢。不需要吗？不需要。确定？确定。好好，微信支付吧。微信是吧？那麻烦您跟我到吧台来，谢谢。这个账单可能还是得你结了，我已经把咱们半个月的饭钱都拿去买墨镜了。我就知道你最不靠谱了啊！你是不是被人骗了？墨镜多少钱呀？哎，买贵了就买贵了呗，花个钱买个心安嘛。你心安，我扎心了。下个维力啊！谢谢啊。床单好了，睡上面还是睡下面？你先选。你要觉得先选没面子的话，咱俩金刚谁也行。嗯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两边都睡，一三五我睡上面，二四六睡下边，周日看心情。可以，你睡上面。为什么呀？我岁数大了，我腿脚不灵便啊，上上下下的。你年轻啊，跟短腿猴似的，多方便，蹭就窜上去了。行啊，反正我提前告好你，我有恐高症，还有尿频。你要是不嫌我半夜来回上下特别吵你的话，我就睡上面。啊，可以。行。可算来了，老吴，168，赶紧掏钱。知道，不就是钱吗？谁的外卖？就这，没错没错，就这。还有一个。什么情况？你不是老嫌我不够关心你，太自私吗？你不是爱吃中餐吗？四菜一汤加一荤的，给你掏钱，一共是，256。一共260，哥俩不用找了，自己分去，别打起来啊！谢谢。拜拜。哎哎哎，咱俩一共俩人，你点两份大套餐。可以，就知道你得夸我。你在我这白吃白喝，你小子得把个性收起来，知道吗？瞧你那脸耷拉的，不花一点钱吗？至于吗？小心眼儿。你花多少钱啊？我不在乎钱，钱花光了可以再挣。不是您是谁啊？您是败家子儿啊！你可别浪费我钱啊！我正长身体呢，我需要营养。你别老顾着这钱包，顾不了我。顾不了你，你现在是寄人篱下，学会接受现实吧。什么叫寄人篱下？你有一不两，我们就考虑我的需求。以前在我妈那儿，我爸不让我干活，别说搬床，我连拉一屎领都没碰过。你没办好，你去找他去。我这不收人，你想找随时可以去。你别这么看着我。看着我也没用，我收留你是给你妈的面子，爱狗是狗。你小子是不是以前在家里边连个油瓶倒了不服啊？你别对自己倍儿宽容，对别人苛刻。文奶走了，你这不乱跟猪窝一样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儿的规矩什么？不劳动者不择食，谁点的？一会儿把这儿收拾干净了。我点的。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听见什么呢？电话铃响了。喂，小金，怎么了？老大，你啥时候回来啊？我们离了你，日子实在不好过呀。怎么回事？新机长整天一副臭脸，跟他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，拿下你，生怕我们学不到东西，恨不得把所有经验都传授出来。人家能当机长，肯定有两把刷子。你要想学东西啊，就得把面子放在第二位，知道吧？大伙都特想你，老大，有空来看我吗？我时间长了不见你们，也想你们。那个正队电话进来了，特别巧啊，我先挂了。喂，正队。吴老七，讲义写的怎么样了？写着呢。那个我准备把理论跟实战经验结合起来，让操作性能更强一点。很好。但我要提醒你，你最近的检讨质量明显下降。很不深刻。
我每天早上8点钟都给您准时发。我又写检讨，又写讲义，您看我这态度多认真。你别想糊弄我，用不用心我看得出来。你别以为你现在替我写讲义就可以检讨对付对付。检讨一定要深刻，为了你的前途，我这次一定得治治你这臭德行，让你永不再犯。行，明早8点，我给您发一份最深刻的检讨，怎么样？别发邮箱，明天到队里来，亲自交给我。行。哎，老吴啊，我这队六出来了，你赶紧接牌。喂，郑队，我明早上那个准时见啊。有这么开玩笑的吗？没深没浅的，我要真把工作丢了，你连吃垃圾食品的份都没有。我是真想帮你，你在飞机上这么对待大威，我以为你不想要这工作呢。说你年轻吧，不懂，看问题啊，不能只看到表象，知道吗？还吃不吃了？赶紧吃，吃完收拾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晚上有重要的事要做，别打扰我啊。不就写最深刻检讨吗？赶紧吃。说了，妈，你看你这就不懂了吧？看美剧也是一种学习英语的方法。你不要骗我了，马上就要考试了，你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能考得出来啊？妈，小奥老师跟我们说了，看美剧呢是一种推崇的教育方法。看美剧，听剧中的发音，对口语是有帮助的。哦，老师说的，那话是没有错的，但是你现在年纪还小，这美剧里那些。就那些镜头会把你带坏的。哎呀妈，我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啊！你看我站起来都快比你高了，是吧？我也不是小孩，也不是小时候天天牵着你的手喊妈妈那个小孩了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你进来之前，下次先敲个门。哦，敲门是？啊，敲门，敲门，敲门。你不要嫌妈妈啰嗦，妈妈是真心为了你好。你看你最近因为萧寒的事情耽误了不少的学习时间，你们俩就算是好成一个人，将来也要各走各的路，各过各的日子，又不可能永远的整天的都在一起，是吧？妈妈，那个我还得学习。哎呀，你个小朋友，你好好学习。啊，知道了。是咱们作为一个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修养之所在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就不明白，你这么邋遢一人，生活那么随性，还不讲道理，我妈当初怎么看上的你啊？啊，她这么干净利索一个人。不过我得真得感谢我妈，知道吗？早早就离开了你，不然我得被你折磨16年，16年啊！我现在眼罩戴上，赶紧睡。音乐关小点。可以。
你看几点了？你还上不上学了？闹铃响半天了。你怎么现在才叫我？还说呢，我刚睡着，刚睡熟，那闹铃响的把我吵醒了。我没义务叫你。完了，我这儿有一个考试。你快迟到了，你还洗什么呀？你洗能不能把水声小点？你这条件太差，我也不能张罗差都占全了呀。哥们儿也得洗洗头。没法吹，你是故意的吧？随便你怎么想，反正头我是吹完了。行，你赶紧弄，弄完赶紧走，别吵我了，我得好好睡一觉。好嘞。嗯。书包，书包，书包。哎，你自己这床装的不结实，嘎吱嘎吱响，你就别怨我啊。干嘛？你小子是不是故意的？故什么意？有充电器没拿。哎，行了啊。虽然你误解了我，但我好心提醒你一下，你昨儿写完检查，你今儿不得交啊？还有，你是不是干什么不该干的事儿了？写检查能写一晚上？行，走了您呗。行，我走了。您订的全自动马桶到了。全自动马桶？不是，你们搞错了吧？哎，这地址是对的。哎，是一个叫萧寒的订的。哦，明白了。是您家孩子吧？嗯。这多少钱？这个？一共是3690块钱。没那么多现金，要不退了吧？没关系，刷卡、支付宝、微信也可以。行，安这东西得多长时间？15分钟，马上就安好，绝不耽误您时间。行，速战速决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赶快，咱俩赶快。哎，水管老化了，我这是新马桶，这不得把水弄弄好吗？拜托快点，我马上迟到了，真的。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哎，对了，哥，您家水管有点老，先留下那个防水胶带。你有时间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自己缠一下。一定，一定缠一下，一定抓紧啊！好，拜托。哥，跟你说一件事儿呗。您这旧马桶还要吗？不要了，忘处理了。哎，我忙就这。来，走走走走走。
哎，小韩，考试考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基本上算是完蛋了。听力前面那部分几乎就是没写，对，不是几乎就是没写。哎呀，我也不怎么样啊，你不在我心里没底。哎，你怎么迟到了？别提了，昨天晚上几乎一宿没睡，老吴熬夜写检查，他还不让别人睡觉。嗯，我发现了。你换了个爹之后，生活的水平是直线下降。本来对他就没有多大的期待，16年前他抛弃我们母子俩，完全不管不顾，就足以证明这个人到底有多渣，明白吗？不过对他一点期待也没有，就觉得他一点优点也没有，那倒也不是，毕竟他也……哎，好，家里没意思，在学校有意思，找个时间赶紧排排练啊！我今儿就约李可曼，到时候咱们把时间定好之后就好。Okay.嗨，嗨，嗨！今天考试为什么迟到？我昨天累了，没睡好。你那个新家环境到底怎么样？你能适应吗？在学校附近吗？你把耳朵堵上。啊？堵上？啊，好。你昨儿不跟我一路吗？怎么还跟丢了？你这么跟我玩躲猫猫有意思吗？给我你新家地址，我得见你爸。老师啊。我是真的替你着想，不想让你去见我爸，因为他会给你带来不快乐。怎么，你爸是洪水猛兽，还是超级大明星啊？反正我见他一面都挺难的，他这人特别忙，常出差，做什么工作的？也说不好，反正他现在做什么工作，我和他都不确定。这样，老师，你看我一会儿还有篮球训练。你要有什么疑问呢？他就是我的全权代理，周周同学，好吗？我先走了。哎哎，小韩，小来了，我也确实有事，我先走啊。周周，关于萧寒身份的事，你知道些什么？哎，老师，你看，你是觉得兄弟情谊重要呢，还是打小报告重要？你能理解的。这两者可以兼顾的，你告诉我实情。也算是保护朋友。不是，我觉得呢，就是萧寒既然不说，你问我呢，也是白搭。我昨天跟你说几点来着？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？你这个态度真是个问题。昨晚熬了一宿，队长，今早上出门，家里边突然出点事儿，刚在路上赶上堵车。我真是特别认真写的，堵车能算理由吗？不是你也是老飞了，怎么时间观念这么差？航空还天天管制呢，你要这么爱迟到，以后天天到我这儿来报道。要不您先看看这检讨，您就能看出我的真心了。不着急，你的检讨我一定会认真看。今天叫你来是有别的事儿。主要是在聊聊这个讲义的事情，领导呢交代下来，这次的培训呢要增加一块内容，就是如何处理与乘客与管制的关系，而这恰恰是你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。我写，嗯，处理我这两个地儿，让我写合适吗？再合适不过了。让你在写讲义的时候呢，把如何处理乘客与管制问题的制度再学习一遍，你呢也能对自己的问题有个更深刻的认识，省得你以后在这几个地方再犯错误。明白了。队长的苦心，我太感动了。知道就好。行，我写，你放心，肯定把活给你干好。没别事，我回去干活去了啊。来，等等。给你一快递，怎么寄我这儿来了？回去。
你上回说的话还算数吗？什么话？就是我们分手了之后还是朋友吗？算数。你现在终于承认咱俩关系了。那你就让你的朋友在门口站半天呀。你这是过上大学男生宿舍的生活吗？怎么这么乱啊？你以为我想啊？我是没得选，我要有的选的话，早把这臭小子扔楼下去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赶他走啊？不说那个了，你今天来干嘛？我昨天飞的巴黎，路了一家咖啡厅，看到很多精致的甜点，就在想啊，带回来让你尝一尝。我劝你一句啊，别在我身上费心了，行吗？没关系，肯定你会喜欢的。我对甜品啊不感兴趣。喝咖啡可以解腻啊。那什么，我现在得工作啊，这讲义呢对我很重要，我能不能咸鱼翻身就指望他了。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打扰你的。干嘛？你可以无视我，帮你收拾收拾家。一个小时你就写了这么多啊？这都小意思，就是我平时干的事儿，只是把枯燥的内容呢写的生动一点。这些字儿呢我都能看懂，可是组在一起呢我就看不懂了。所以说隔行如隔山嘛。那什么，咱俩别这样啊。
天外有天有无常，山外有山有他乡，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。游离于城市的同样，错过了心爱的姑娘，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，畏缩于为是轻狂，防不胜防是悲伤，后来再把成熟当偏方。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，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，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，风吹草低见惆怅，但它至少还有光。把烦恼痛了吞了忍了算了，不对别人讲，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，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，留下大人的模样，看岁月剑拔弩张，总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。